娘娘操心，孟福正在康复之中。这样就好，你也可以安心了，实不相瞒，孟福好起来之后，还要继续受罚，只怕……奴婢敢问娘娘，可有办法救孟福？你以为我的权势很大吗？您是昭容娘娘，权势当然很大，昭容大，太子更大，皇后娘娘更是手握大权。 如果可以帮忙的话，我想太子早就出手了。太子帮不了的，我又能做什么？小福他真的很可怜，不过是一场游戏，却要饱受这样的皮肉之苦。娘娘，您向来足智多谋，求求您，救救孟福吧。 如果今天他有性命之虞，看在太上皇的份上，我或许会给你出个主意。可如今呢，他只不过是受些皮肉之苦，我是不会插手的。你要知道，在宫中受苦就是良方，主子气消了，就不会找你麻烦。可是，我真的不能看到妹妹受如此大的痛苦。 你真的不可以看他这样吗？那你就攀附有权势的人，让自己的权势也同样变大。你攀附的权势越高，你的权势就越大。在宫中，你不要让别人受苦，也不要让自己受苦。那你就做个手握生杀大权的人吧。 刚才我到东宫打听过了，他们说孟福的伤势好的差不多了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刚好起来，又要受刑，就好像伤疤要被揭开一样，撕心的痛。真的是很痛啊，孟福他受不了这样的痛楚，如今要他一再受刑，真是……萧猛。
你说在宫中怎么样才可以有权势？只能是官位越高权势越大呀。九嫔是正二嫔，权势也算大了吧？那当然。你问这干嘛？昭容娘娘说要救孟府，就要攀附有权势的。攀附权势也不易呀。昭容娘娘位列二嫔，有权有势，可是你别忘了，贵淑贤德四妃位列一嫔，权势就更大了。而皇后娘娘乃六宫之首啊，母仪天下，权势大的不用说。哦，还有皇上呢，皇上乃是天子，权倾天下。究竟我们要攀附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攀到真正的权势呢？翻手可杀万民，覆手可救苍生，只要我大权在握，就可以解救天下，解救小福。小马，你知不知道皇上皇后最喜爱的是什么？来，果儿啊，这是天竺国使臣给母后送来的美颜膏，听说呀，只要每天早晚涂一次，就能使皮肤美艳娇嫩，永远像小姑娘那样。谢母后。女儿啊，娘听说你最近睡眠不太好，午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。母后连此等小事也知道。你是娘的女儿，娘当然知道。有什么心事啊，跟娘说说。谢母后关心，儿臣没有什么心事。没什么心事当然好，如果睡眠不足，可以叫乐师来给你吹奏乐曲，这样舒心畅怀的，有助睡眠。我和你父皇最近都喜欢霓裳羽衣曲，挺管用的，你不妨也试试。母后有心了。哎呀，你父皇说呀，好久都没看见你了，你什么时候过去看看你父皇啊？儿臣确实很久没见到父皇了，不如这样吧，明晚请父皇和母后来这里一聚。好啊。娘马上回去跟你父皇说。这块地契就在姑姑的老家沧州，等到姑姑告老还乡之后，就可以安享晚年了。你小小一个宫女，倒也富贵，看来当年在太上皇面前得了不少好处吧。那事情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，保皇上皇后愁眉舒展，龙颜大悦。我也想在离宫之前啊，让上一局在皇上皇后面前留下好感。那就有劳姑姑了。进吧。好，进父皇。我知道您最喜欢吃掌中宝这道菜，是我特意让御厨教我做的，您尝尝。好，父皇马上就来尝尝这道掌中宝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果儿真有孝心。好吃就多吃点啊。好好好好，别费了女儿的一番心意。母后，那您也请享用吧。母后自己吃。好吃。你今天还准备了舞蹈啊？是孟凡向何思月提议，找来天竺国首屈一指的舞姬。好。
错了。好看吗？舞姿优美，搭配的天衣无缝，看出一片孝心呢。是啊，女儿真有心啊。罗儿，你说这都是孟凡安排？嗯，不错呀，啊。你看这个多好看。嗯，真好。好。好，极好，非常之好。朕每人赏黄金10两。既然是孟凡提议的，那功劳可不小啊，就赏黄金50两吧。好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奴婢斗胆有个不情之请，奴婢不需要黄金。那你要什么呀？奴婢的妹妹孟福，因为在千古比赛中输了，被杖罚50。上一次已经杖罚了30余杖，因为体力不支而晕倒，休养了很多天才恢复。奴婢恳求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可以赦免剩下的10余杖，因为奴婢担心妹妹这次撑不下去。原来是这等小事。皇后，免就免吧。免吧，免吧。谢皇上、皇后娘娘开恩。平身。来，谢皇上、皇母后，我敬你们。来来来来。就行了，真的。嗯，这太好了。姐姐以后不会再让你受这种折磨了。在宫中谁说了算数呢？就算太子说话算数，到最后我还不是逃脱不了杖罚。放心吧，虽然眼下我没有什么能力，但是假以时日，我一定要让自己有权有势，我就有守护你的能力了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这花开得很漂亮，看来你打理得不错。多谢皇上夸奖。这铁树不是已经枯萎了吗？怎么又发出如此茂密的嫩芽？皇上，这都是孟凡的功劳。你竟然可以令他起死回生？都是托皇上的鸿福，人们说铁树的盛衰预示着栽树人的运气，如今这棵铁树可以重新生长出嫩芽，代表着皇上福上天喜。快跟朕说说，你到底如何让他起死回生的？朕非常喜爱这棵铁树，一直悉心照料，可是不知道是方法不对还是哪里出了错，自从他进宫之后便日渐枯萎，接着就发生了天灾。铁树本身是喜热怕冷，在京师这种地方是很难生长的，
只要在根部放些铁屑，就可以令他起死回生。就这么简单？就是这么简单。他日这棵铁树开枝散叶，那就代表着皇上的江山，国泰民安，千秋万代。孟凡，好，你这次做得非常好，要什么赏赐？你说。奴婢上回已经得到过皇上的赏赐，奴婢不敢太过贪心，奴婢只求这棵铁树起死回生之后，皇上的江山可以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奴婢就余愿足矣了。一个宫女都有如此为国为民之心，那就是国之大幸，你理应成为表率，成为大家的榜样。今日朕如果未能论功行赏，他日有识之士又岂会主动为国效力呢？孟凡，还不赶紧下跪谢恩。谢皇上。朕该赏赐你些什么好呢？上次你在上一局替朕安排的歌舞很是精彩，朕非常喜欢。朕觉得你在音律和舞蹈方面相当有天分，不如这样吧，把它安排到上一局去。回皇上，上一局何思月正好要回乡颐养天年，不如就由他替补吧。孟凡，从今日开始，你除了继续照顾安乐公主之外，朕赐你上仪局、司乐一职。谢皇上隆恩。起来。谢皇上。好。好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真的是那么回事儿。是啊，亲眼看见的。哦。参见上一大人。免了，谢上仪大人。上仪大人，决定谁来补替何思月的位置了吗？你们问这么多干嘛？早点知道可以了结心事啊。又不是要你来补替，了结什么心事？哎呀，好了，我们啊就不要再多问了。这有什么决定，上仪大人自会告诉我们的。急什么呀？香莲，看你倒像已经把肉吃进嘴巴的样子。你说什么呢？这里啊，人人都是有机会的。谁不知道你呼声最高？记得别吝啬啊，到时候请大家吃顿好的。你们都说够了没有？你们都别指望，人选已经定了。可这里要算香莲最有资格做司乐，要不是香莲，那还有谁啊？奴婢孟凡，参见上仪大人。奴婢侍奉周公公之命来拜见上仪大人的。周公公已经通知我了，你是来接替何思月的吧？以后还请上仪大人多多提点。你都擅长什么乐器？实不相瞒，奴婢对音律只是略懂皮毛。那你为什么会当上思月？是皇上要奴婢来的。皇上？怪不得他上次收买何思月，在御前表演《霓裳羽衣曲》，原来就是为了奉承皇上。看来他早就觊觎思月这个位置了。看来这个女人很有手段。你们都说够了没有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先行认识一下他们。这是香莲，是这里最能干的宫女。这是水云，这个是秀蝶。孟凡初来乍到，虽然身居司乐，却什么也不懂，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提点。嗯，这里就是教房了吗？是啊，这里就是内教房了，主要是管理教习宫廷音乐、指导艺人的地方。其实教房共有五处，除了这里之外呢，
长安和洛阳都分别设置了左教坊及右教坊，这里主要教习歌舞及散乐，既是民间说的俗乐，至于雅乐则是太常寺的事，这里是不管的。角色都是由他们负责演出。你说的对，一般女艺人只能进入云少院当一个官人，技艺最高超的女艺人才能进入怡春院。今天我真是大开眼界了。他们正在练的这个舞蹈是过两天要去襄王府演出的吗？是的。何思月离开之前跟我说过，两天之后呢就去襄王府演出。这是我第一次负责安排，如果有遗漏的话请各位多多提点。这活是很烦人的事儿啊，有很多细微的地方需要注意。孟思月新官上任很容易挂一漏万，不过我们早已经功多易熟，不如这次的安排就由我们来负责吧，不知孟思月以为如何？这样也好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从何入手，那就有劳各位了。郡王爷，这是奴婢送给郡王爷的，希望郡王爷不要嫌弃奴婢的手艺不精。太好了，要绣出这幅刺绣一定花了你不少心血吧？郡王爷喜欢就好了。对了，为什么你会送我刺绣呢？是想用这个来报答我送给你的那张地契吗？那可就便宜你了。郡王爷不问缘由就帮了孟凡这个大忙，孟凡铭记于心，一块刺绣只是聊表谢意罢了。本王并非不问情由，而是觉得不必问。本王相信你做的一切自有你的道理。郡王爷，孟思月，那些舞姬乐师还没来，可是宴会就要开始了。那个真的很好看。你们怎么还坐在这里？今天不是要带乐师还有舞姬去襄王府献艺的吗？是啊。那些乐师还有舞姬们呢？全都回家了。在搞什么？为什么让他们回家呢？每次教坊出动多少艺人，需要多少乐器，都会列出清单来，然后由孟思月你在清单上盖上官印坐实。如果孟思月没有在清单上盖上官印，这万一在表演时候出了什么岔子，可是要负责的，我们可担当不起。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呢？我们怎么知道你连这点基本规矩也不懂？何况我们又不知道你身在何方，这想说也说不成了。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过我会先去襄王府打点一切的吗？我可没有听说过孟思月您去了襄王府啊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没有没有。你们这是存心陷害我，到底我哪些地方得罪你们了呀？孟思月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们这些不懂八戒奉承的宫婢注定被人骑在头上，又怎敢去陷害别人啊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还不够明白吗？我们三个人都是出自怡春院，百里挑一啊，不，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一等艺人。我们每人最少懂十种乐器，在御前献艺不下百次，但结果得到什么？就是一个马屁精。
会耍手段的人来当我们的四月，骑在我们头上耀武扬威。哼，哎呀，我真是后悔，当初就不应该不眠不休地去学什么音律啊、舞蹈啊，应该学怎么样拍马屁。就是。就凭你的才智，只是担任一个司乐，实在让本王觉得大材小用。可是奴婢新官上任才几天，今天差点吃不了兜着走，以后的日子还真不知怎么熬过去呢。吃得一回亏，就学得一回乖。不上高深不知平地，等你登上高深以后，手握大权，那个时候他们就不敢对你怎么样了。孟凡只希望可以救天下，守护小福。真是太不像话了！是啊，哪有这样的？几位代诏师傅，你们这么快就把曲练完了？我们今天不练了。对，不练了，不练了，不练了。为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？你自己去问问那些丫头吧。你自己问问吧。我们走，自己去问。走走走走。哎，太不像话！你们别走啊！是谁把乐师惹恼了？你们知不知道，这样会把练习搞砸的？这新官上任只是几天，便等不及要向我们端一副臭架子来。哼，就是小人得志，真叫人受不了。我只是想弄清楚而已。这里怎么这么乱啊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们没把这里整理好，所以惹得乐师生气了。我们这一大早可有很多活要忙，哪里腾得出那闲工夫来呀？可是我刚才并没有看到你们在忙啊。我可没心神来多管你们这些琐碎是非，统御他们，分派日常差事，是你的职分。
如今所见，你显然无法好好履行这个职分。我，你作为司月，竟然领导无方，无以服众，这只能证明你不足以胜任。圣医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圣医大人，这是犯了哮喘。哮喘病，这是大人的老毛病。快，圣医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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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走，慢点，快走。哮喘。在这里，常见的都是落井下石、趋炎附势的人和事。只有小妈你对我们姐妹俩，从来都是扶危救困、雪中送炭。哎，刚进宫时面对这样的人和事，你们会很无奈，但现在你已经不会那么容易认命了。要是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又怎么样？却守护小福呢？可要在这个风高浪急的宫中有立足之地，又谈何容易？想要守护小福，守护朋友，守护天下人，那必须要有权有势。可是我现在连上一局那几个宫女也不能收服，还被他们整得好惨。哎，小凡，你可以去求助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上十局的云霞姑姑。到底是谁那么大胆，竟敢把膳食给偷吃了？既然没人敢出来挺身认罪，云霞，你身为长膳，应负重要责任。如今我只来问你，你给我一个交代。是云霞管教无方，云霞甘心领罚。你看看，你们的云霞姑姑对你们是多么爱护。你们就忍心看着他带你们受过吗？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还没有人出来认罪的话，我就把你们一起治罪。啊，上师大人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不是我，真的是我。当华，你为什么要替我认罪？上师大人，是因为我一时嘴馋，所以我才偷吃了一颗四喜丸子。不是，是我。不是他，真的是我。算了算了，你们起来吧。你也起来。算了，看在你们姐妹情深的份上，这次的事我就不再追究了。谢谢上师大人。你们且慢高兴，御膳被人偷吃了，周公公还要等我给他一个交代。你们倒替我想想，我该如何向他回报。上师大人，孟凡，你来了。上师大人不用担心了。你有好办法吗？上师大人大可以跟公公推说，那道菜是做来给公公试食，并不是真正的御膳，就说是宫女弄错了，那我们就不用太担心了。虽说并非上策，但仓促之间也只好将就着蒙混过去了。想不到香莲、秀蝶他们竟是这般气焰嚣张，目中无人，真太不像话了。我自己确实也有不足之处。他们都是于尚仪的心腹，只服膺他一个人。于尚仪这个人虽然精明老练，为人还算正直，却只是心胸狭隘，锱铢必较，眼睛里揉不得半粒沙子。这么说来，要跟他们相处确实不是件容易事。要收揽人心，其实说易不易，说难也不难。
无非是立之以威，施之以恩，所谓恩威并施是也。要我施之以威，我实在办不到，若要施之以恩，这谈何容易。香莲等人还好对付，倒是这个余尚仪实在是琢磨不透。对了，您说余尚仪心胸狭隘，这么说来跟他相处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姑姑，你了解余尚仪吗？我对他也所知不多，只听说他这个人呐，对谁呀都不买账，而且他跟冯尚时的关系也闹得不太和睦。有这等事？我也是辗转耳闻得来。我听说他们进宫之初也曾有过一段情欲姊妹相濡以沫的友谊，后来不知怎的却为一点小事就反目成仇，从此针锋相对。小凡姐，小鱼，云霞姑姑，云霞姑姑，这个香囊送给你，算是答谢您的搭救之恩。你以为这点小恩小惠就可以抹去你的罪状吗？再有下次，小心你的脑袋不保。我知道，这次又是小鱼嘴馋贪吃惹事，小鱼今后一定谨记，不会再犯了。你呀，贪吃的几乎连命都不要了。我看呐，宫里头最贪吃的就属你了。谁说的呀？香莲那个丫头跟我一样贪吃呢。香莲，你认识她？当然了，她跟我是同乡呢。她呀，还一直羡慕我在上食局，说我可以进厨得食，不像她在上仪局，还常常向我抱怨他们的食供啊，比我们要粗陋得多呢。宫里各宫局的食供，不是一向有内侍省分配的吗？这一切说穿了还不简单，无非是关系作祟罢了。余尚仪向来跟内侍省有些过节，内侍省自然私心自用，厚此薄彼了。黄公公，你有没有弄错？怎么了？这个月东宫的份额就这么一点点？没错啊。你别开玩笑了，这一点点灯烛怎么能够东宫上下使用呢？历来宫中各府应配的每月灯烛份额都是由我们内侍省定下来的，如果你有异议的话，不妨直接去找周公公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摆明了就是欺负人啊。小福，干嘛跟黄公公动气啊？姐姐，你来得正好。这大胆的奴才，他竟私自克扣东宫的灯烛，干嘛为这点小事跟他一般见识呢？这狗奴才，他分明就是看到太子不得皇后娘娘欢心，所以才如此大胆，对我这个下人根本没有半分好脸色。这便叫做落毛的凤凰不如鸡，凤子龙孙，金枝玉叶，一朝失事尚且如此，何况是我们。孟凡，哎，这是你们的。谢公公。小月姑娘，这是你的。谢公公。黄公公，你这不是厚此薄彼吗？算我倚老卖老啊，我劝你一句，你还是先学会识时务，安分做人吧。你，小福，黄公公，其实孟凡还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，是有关上仪局姐妹们伙食方面的问题。哦，是不是丫头们对此有些怨言呢？不瞒公公说，确实有过怨言。喂，我怎么没听余尚仪提过此事呢？孟凡猜想，可能是余尚仪自知上次对黄公公有不敬之处，不好意思提及罢了。其实孟凡这一次来，
是于上仪特地让我过来，想请黄公公帮忙斟酌，改善伙食问题。我来之前，他还千叮万嘱，要对公公不失礼数。黄公公是明白人，不如见好就收，卖上仪局一个顺水人情。嗯。没问题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孟凡在此拜谢了。岂有此理！我招谁惹谁了？连小狮子也欺负我。狗仗人势，内侍监周公公是皇后娘娘的人，而黄公公是周公公的人。你是哪个主子的人？只怪我时运不济，未能择母而妻。时也命也，我也只不过是想劝你想开一点而已。我们这些做宫婢的，就要听天由命，就要受人摆布吗？我们的命只能牢牢依附在主子们的身上。主子一天不得势，我们又怎会有熬出头来的一日？除非你能扭转乾坤，让不成气候的主子成大器，手握大权。